金植物野花它是神器吗？大家都知道野花是贴地版的植物，但是最早其实是在花园战争的植物，属于是75阳光的炮灰，可以用来掩护火力。那么如果来到中文版会有多厉害呢？大家帮忙点赞3连鼓励一下，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